唱古江口气，做个好青年。黑眼探光明，逆向寻真理。欢迎来到飞网络培训，我是任鸟飞。上节课我们把这个学路考搞定了，这节课呢，我们来讲什么呢？这节课我们还讲学路考啊，不厌其烦的讲学路考。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在找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应该学会有多种思维的方式。啊，学路考这个东西其实有好多种思路可以找。一个是我们说目的地坐标啊，我们今天呢再用一个其他的方法看看能不能让我们能够找到学路考。大家其实在找任何东西的时候，你要有一定的观察能力。比如说你在寻路的时候，你看你的人物是一个跑动的状态，不在寻路的时候你人物是一个什么站立不动的状态，那么这个东西就叫做寻路状态，它也可能是走路状态，也可能是寻路状态，都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在你寻路的call的内部一定会对这个状态进行改写。你原本是站着不动的，你触发寻路这件事件的时候，这个功能的时候，它一定会把你的状态改为走动的一个状态啊。那我们不妨就拿这个状态值当成一个突破口，对吧？也所谓的这个状态值就类似于标志位啊，在我们之前找的什么万能按键call之类的，它是不是也是一种这个叫做打开背包的那个标志，对吧？寻路这个是否处在一个寻路状态，其实也是一个标志位。在我们自己去写代码的时候，其实你也会设置很多很多的这种啊所谓标志位的这样的东西，而且你基本上如果没有特别的想法，你基本上也都是用零和一，对吧？它不是因为别的哈，至少你写零跟一你自己能记得住，你写个39842，再写个59，你能记住吗？你是记不住的啊，除非你就想那么做啊。所以说呢，正常情况下我们找标志位的时候绝大多数就是零跟一，找不到再说啊。不可能说我有99的概率去用一个简单方法找到一个东西，我一定要用困难的方法先尝试，对吧？一定是简单方法尝试不果的时候，我们可能才去这个用更困难的方法，用未知数值，那扫起来太累了。所以说正常情况下你想找标志位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什么这个位配这个零或者一，对吧？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让它寻路啊，让它寻路，寻路的时候我们搜索一啊，搜索一，看是不是还在寻路，还在寻路我们继续扫一啊，只要它寻路我们就扫一啊，让它先等它一会儿吧，寻的有一点远，还没寻到位置啊，寻到位置了，那我们它停下来了嘛，我们扫零啊，零零零一直零，然后呢又变成一了，一，然后呢我们稍等一下啊，等它到达，等它到达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继续的扫啊。总之这个过程其实不是非常复杂，只要你的思路很清晰就可以了啊。又扫零呗，其实也没有剩几个了，对吧？也没有剩几个了，剩的也不少哦，说没剩几个有点过分啊。扫一啊，停下来，扫零，还剩四个，那还剩四个的话就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我们试一试啊，寻停，哎，这个变化太慢了，比如说只剩他们三个了，这个变化好像是有问题的，我们来试一下停，反正是
反应迟钝呢，还是怎么样？哈哈，反正是看起来不是很正常哈，反应稍微有一点迟钝，反正就三个吧，剩那三个就看起来是相对来说很正常的。那我们对这三个地址进行一个访问，像我们说的，其实你能找到的地址越多的话，实际情况下是一件越好的事儿。有的同学说，我一定要少一个标识位就找到一个，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一个地址下段让你没有办法找到寻路口，你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那如果你能找到100个地址，这100个地址当然你要确定它一定是跟着你规律变化的，那你一个找不到，你是不是还有99个希望啊？对吧？所以很多同学一找什么数值就希望只剩一个、两个、三个，不是什么好的事儿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多有几个就多保留一些希望。那我们拿到第一个地址，先到这个 OD 里面来试验一下，DD 一下啊。断点怎么下呢？下写入段，对吧？写入段，然后呢，我们让它寻路，寻路里面会改变这个数值，然后呢，返回的里面就应该有什么寻路口，返回啊，返回4层、5层、6层、7层、8层，啊，8层呢，它就到头了啊，已经线程都卡死了，线程都卡死了。那我们点减号键，一个号一个号试验，下段就断，下段就断，下段就断啊！感觉不太，哎，这个好，不对啊！我们说寻路，什么是寻路啊？下段以后只断一下，我们刚才是断了多少下？一个字断啊，它不是寻路口，对吧？下段就断，下段就断，就是返回到我们写入的位置了，对吧？哎，是不是写入的位置？应该是，就是这个位置。因为正常返回，如果是返回的话，应该是靠下面，这个地方不是的，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发现第一个内存地址，我们下段确实没有返回到寻路口里面。如果这个时候你只找到一个内存地址的话，说明什么呢？你已经没有办法，对吧？但是你找到了三个，那么你还有两个希望啊，还有两个希望。那么我们就用这两个希望继续去完成伟大事业。断点硬件写入 Dword 下完之后呢，继续的去寻路。寻路之后干嘛呀？还是啊 ，Ctrl 加 F9 没有别的招，对吧？啊，一层、两层、三层、四层，哎，嘿，我们之前上两科追到的寻路号被我们返回来了，寻路。其实我们不用返回了，我们已经知道它是寻路了，对吧？而且这是上两科找到一层、两层寻路，这个可能也是寻路哎。我们来试一试。啊，崩了！啊，崩了！崩了，崩了！有的时候呢，我们下段在某一些位置操作频繁也是会崩的，但是无所谓了哈。我们说，确实用这种方法找到了我们的寻路口。那在这里面呢，我们验证了一件事，就是第一点，我们找一个功能或者找一个数据的时候，我们有千百种方法，大家呢要尽量的多去思考，多去运用更多的方法，这样的话呢，你才是真正的学习，否则的话，你还是处在一个模仿的阶段啊。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其实有好多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叫做模仿，就是课程怎么学你怎么做，跟着老师的节奏去照着抄照着做，这叫模仿阶段。任何人呢其实学习的第一阶段也都是模仿，没有办法。第二个阶段呢叫做思考啊，你在做任何事儿的时候或者跟老师做动作的时候，你会去想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这么做对不对啊，总之你会对现在做的东西产生一些疑问，有疑问说明进步了，没有疑问才可怕，对吧？这是第二个阶段，那你基本上有一点点入门了。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你可以进阶的阶段是你自己可以去思考方法了，去创造方法了啊，不是我任何一个考我教了你的方法，或者任一个数据我教你个方法，你就永远用这一种方法
啊，任何一个小的想法、小的创意都可以成为你新的方法。这是我们今天说的哈，为什么要用寻路口找两遍寻路口，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另外一件事呢，我们也值得非常注意的，就是注意的是，当你找这个内存地址的时候，不再是我之前说你一定要扫出最终一个结果。当你去追这个内存数据的时候，你可能希望找到的地址只有一个，啊，但是当你去找突破口的时候，你希望它要有很多，所以说很矛盾，对吧？有的时候你希望它少，也希望是多，没有办法啊，就是这么矛盾，啊，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立场。那这节课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酷老，你说咱们飞跃在逆向教育里口碑也算是很好了，为啥教出来的学员质量参差不齐呢？老师是以 4G 的速度讲课，学生是以 WiFi 的速度去操作，学霸呢是以 3G 的速度去记，普通的学生呢以 2G 的速度去听，有的瞅一瞅就掉线了。那肯定还有连流量都没开，学渣都用飞行模式听课。甚至还有一上课就自动关机的，对，就是这个道理，对，就是这个道理。